神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念，不要从我这收回你的圣灵。 보이자마 打完仗，成个城市变咗废墟，系海龙救咗我。佢教我打猎，教我点生存。佢好似系你安放喺我身边嘅天使咁。 呢度冇嘢食噶，我哋走啦。 但系天使会杀人嘅咩？前面向西行一段路，嗰度好似有人，我谂应该有嘢食。 点啊？使唔使默个哀先啊？你扮咩啫？你又唔系第一次杀人。你知唔知你啱啱杀咗个冇嘢食嘅人？系咩？你无啦啦做咩要插手啊？ 你杀都杀啦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。 2000年前，你喺旷野禁食，撒旦嚟试探你，叫你将石头变成食物。你答咗呢句之后，撒旦就走咗。我都想我嘅撒旦离开我。
你食啊，我俾你食嘅。 系啊，仲有，我攞咗啲衫嚟俾你换，我放喺度，我出一出去先，你喺度换，我唔使啦。 我都系出去门。你以为你是但救一个人？ 心入面好过啲啊！有啲咩计划啊？讲嚟听下。喂，我叫你讲嚟听下。 关你咩事啊？冇，好奇啫。惊你搞唔掂，想我帮你手嘛？咁又点啊？你以为自己就一个人？使唔使起晒杠咁啊？ 想帮你咋？唔系我，啲嘢食点嚟啊？你唔食，我都要食噶。靠你条肺柴，我一做饿死咗啦！唔该。 我听到有人开窗，我认得个窗声。你认得？我老公系中枪死嘅，3月18号嗰日我出咗去搵嘢食，但我行咗好耐都搵唔到，我原本谂住翻去噶啦。 但我哋已经好耐冇食嘢啦，我惊我哋挨唔到落去，跟住我就一路行，一路行。
我突然間聽到槍聲，我好驚出事，跟住我原路翻返去啦。 李犬已經見到我老公。你想嘅話可以留低，呢度冇人嚟，好安全。 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在诚实，你在我隐密处，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。 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踉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 你之前做咩噶？打仗之前喺教堂度做打杂嘅。咁你信教？我都唔知啊，算系啩。 咁圣经有冇话恶人会有恶报啊？如果有就好。圣经有话，有罪嘅人会被审判。 你係咪中意我？係咪？
不如我试下出去揾啦。唔使啦。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唔出声啊？我话我想知啲咩嚟啊！ 记咩啊？你可唔可以同我讲？你冇杀死我老公啊！ 所以你有冇鍾意過我啊？ 你唔好逼我啊！
神經話神係會赦免有罪嘅人嘅。我叫佢二郎，第二个。我根本唔系咩天使，亦唔系咩撒旦，我只系一个人格。